主料肉半斤，螺丝椒五个，辅料大蒜子、油、盐、生抽、蚝油、鸡精。一准备好食材，肉切片，螺丝椒拍扁也切片，大蒜切片。二肉切片之后，用少量生抽和盐腌制半个小时。三锅内放猪油烧热。四放入螺丝椒和大蒜，加少量盐。五放入肉片，翻炒均匀。加入适量蚝油，翻炒均匀。七加入适量清水，大火烧开。加入适量鸡精调味即可，可以装盘开吃了，很美味哦。烹饪技巧，因为我不吃酱油，所以采用生抽，颜色看起来没那么黑，肉还是要提前腌制哦，吃起来比较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